青衣区已经有超过十年未有全新楼盘供应，而近年新入伙的明桥会就备受注目。项目由两座住宅大楼组成，各细分两翼，共提供约776伙，标准单位由一房至四房间隔，实用面积由200几至800几平方尺不等，当中接近70%为一至两房户，以开放式厨房设计。另有特色单位包括平台户、花园户以及区内罕有的逾千尺顶层复式户。屋苑自设住客会所，提供室外泳池、宴会厅以及 VR 游戏室等设施。景观方面，项目依山而建，不少单位都享有翠绿山景，四周环境清静宜人，部分高层单位可享海景。屋苑比邻美景商场及长青商场，提供街市、超市和多间食肆，满足日常生活所需。想要更多选择的话，揸车前往葵涌广场或者新都会广场亦只需约8分钟。交通方面，物业前方的细山路有巴士和小巴途经，分别前往荃湾和葵芳。住户亦可以前往美景花园，接驳小巴去到港铁青衣站，经东涌线前往九龙站或者香港站，既方便又快捷。